厨房出了窗口只有铁花，窗外的雨棚被风吹走。吹大风就不听嘛，到那边了，吹到那边了，那个房间门口那边。有时候煮饭要下雨了，哦，吹大风煮不动，要有东西搁住咯，要拿个板啊什么搁住咯。每逢雨天，住在雪兰莪嘉颖的严明德最烦心。慈济志工家访后，立即上门协助安装新的雨棚及玻璃窗。也可以说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唔使担心呢样嗰样啊，即系我咩都得啦，大风落水都好劲啊，即系我好放心啦。72岁的严明德妻子在2018年中风，半身不遂，需长期照顾。哦，真的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这一天，志工也协助安装电视，让严明德的妻子消磨时间。所以我们只是那个工具哦，谁知道呢？我们第二天就拉队来帮他修理电啊。然后修理那个水的问题的话，装那个水器的问题，那深深的让他很感动。由一开始的抗拒，到后来的敞开心门，志工以诚与情拉近彼此距离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友福马来西亚报道。